跟我来，哎呀，奶奶在这边好期待呀！我们的除夕夜呢要吃团圆饭了哈，那么大家呢也都在那边，现在这个时间是在那边等着要吃饭了。那我们就要请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哦，我说他真的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山外还有山的许文祥大厨师，老板兼厨师，你好，艾珍姐好，许文祥师傅。现任蔬食餐厅的老板及主厨，擅长将荤食的料理改造成为蔬食的创意料理。好了，奶奶今天陪你做这个除夕夜的这个团圆饭，好不好啊？那么今天要做什么菜呀？今天要做的是陈酿白玉金钱藕。这个藕啊，常常人家晾的时候呢是甜的，但是你今天做的是咸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就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啦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啊。陈酿白玉金钱藕，材料有莲藕一段、素火腿姜一小碗、芋头二分之一颗、马铃薯二分之一颗、马蹄三颗。香菇两朵，白萝卜三分之一条，甜豆仁少许，芹菜适量，大豆苗适量，调味料有香油一小匙，陈酿酱油一小匙，素蚝油一小匙，高汤一小匙，白糖一小匙，盐一小匙，香菇粉一小匙，白胡椒粉一小匙，玉米粉一大匙，面粉适量。好啦，我们看到了这些材料跟调味料，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文祥大师傅老板来做菜了哈。来来来，这要怎么处理呀？我先把这个香菇切末，等一下拌在里面。好，虽然说啊，现在呢大家已经坐在家里要准备等着吃年夜饭了哈，那可是呢，这道料理学起来，今天晚上除夕虽然来不及做，那么这两天过年都可以做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这个都会买的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马蹄，马蹄，然后跟那个香菇，这边的是芋泥、芋头跟马铃薯，已经蒸成泥了，把它打成泥。你为什么加芋头跟马铃薯一起啊？它比较有口感哦。然后再加一点点这个素姜，素姜，它提味对不对？对，也有一点粘性哦。好，我们加一点调味料，再加一些，香菇粉，还有一些盐，再加一些沙拉油。为什么要加油？加油里面才会比较顺一点，比较不会那么涩。是。然后再加一点玉米粉。哦，让它比较有粘性。对。啊，好，这个还是要用手来抓。拌会比较好。对，用手抓，它会比较能够粘稠在一起。好。比较均匀，是啊，对。像现在啊，因为大家这个除夕啊，都已经习惯了说不在家里吃饭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除夕夜的时候，像你们家的餐厅还是在营业吗？是，还有营业。因为大家都学聪明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到外面去吃，妈妈就不会这么累了啊。哎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姜现在调好了，好，那我们现在。来把这个莲藕蒸好的莲藕，这已经切好了，切片切好了。我们先把它沾粉，沾一点玉米粉。沾一点点玉米粉。等一下，这个姜粘起来的话，比较容易粘住。
对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藕就是照这样子一片一片的把它拧起来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们先沾粉。其实我们的许文祥大师傅啊，你本来是做荤食吗？对，是。这是为什么转成做素食？啊，因为一些朋友，他们因为宗教上的关系，哦，对，他劝我说要做素，因为我也有接触一点佛法，佛法，对，哦，所以他本来就有接触佛法，是，他这么一说，你就接受了，我有很挣扎了，对，应该是很挣扎，因为要整个要转啊，对啊，所以把馅料夹在中间，对对。好，那你这样夹，然后我好喜欢听你讲这个故事，然后你当时挣扎的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我想说，要做素的，如果说没有生意，那也没有办法生活啊。这是对第一个要担心的，就是要饿肚子啊。哎，对啊，家里大家都没有看好啊，没有人看好的，所有人都不看好。只有我老婆有支持我，哎呦，还不错。同修啊，有支持我，哎，还不错。对，老婆她也是跟你一起那时候有学佛嘛，哎，有接触。难怪，所以真的哎，那一些朋友都是拖冷水的，用功不可能的。哎，开半年就倒了啦。然后呢，现在你就要用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有没有？用薏米粉跟面粉，去薏米粉二，拉面粉一，哦，好，放一点沙拉油跟水，还有盐下去调味，这样自己做的那个，这个是素浆吗？对，就是哦，就是面糊脆糊，对对对。那现在转素的话，既然你们家的老婆支持你，那可是呢？刚刚你就讲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啊，不要煮，不要弄，那时候去那我想说就用荤的那个料理的手法，哎，用素的材料下去替代这样子。好，从平镇搬到龙潭，重新开始，是，这讲起来也是一个叫做新的人生啊，好，那么。搬到龙潭，其实那里也不是闹区吧？我们是在郊区。在郊区，哎，对，景好大呢。一个在郊区，旁边没有什么热闹的人来人往。刚开始就是一些朋友啊，就是一些朋友，就是支持你的朋友。对啊，刚刚有一些是不支持你的朋友。那支持我的朋友就是欠我做素的那一些朋友。那一些朋友，他们会很捧场。他们都每天都会去捧场，每天对，每天都会去，就是轮流去。哦，怎么这么好？那我撑不下去呀！哎，对呀、啊，很现实的问题，撑不下去，那个就要打退堂鼓了。对呀、啊，大概做了几年之后啊，才出现是不是朋友来捧场？多久？半年以上。半年哦。对。所以那些朋友是这样情意相挺的半年。对对对。真是不简单哎，每天轮流去捧场，也可能就是变成没有这个耐性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本身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也要有合大家的胃口了，要不然来吃一两次他也就不会再来了，对呀，对不对？不想来了，对呀、啊，朋友再怎么样情意相挺，你煮的物件那是不好吃，他们也不会再继续来了。这个炸的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好，我可以拿起来了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我来拿，那你帮我拿起来，好，我来拿哈，好，亲自动手，好。这个还，这个很有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勾扎比饼干的感觉呢。那我们现在来调这个姜，调酱。调一个酱。淋在上面的酱。我知道你们的餐厅，因为我有看到那个有一本素食餐厅介绍的书上面有写哦，还要打电话要定位哦，对不？没有，假日。假日一定要定位哦。对对对。那现在这样五年下来之后，你心里面觉得现在是比较上手，
比较上手，比较不会那么担心了。所以说啊，如果真的有心哦，大家想要也要开素食餐厅，然后呢，自己又不想要开在市区，那还真的是要靠菜色来吸引人，不能老是看风景嘛，对不对？对哦。好，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个酱汁做好以后，这是你的成品的盘子吗？是。哦，我们把这个摆在上面。哦，就是底下的是已经蒸好的萝卜吗？对对对。蒸好的萝卜，然后中间再配上一个这个绿色的蔬菜。对，是豆苗。豆苗。大豆苗。那么所以说，有心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素食餐厅的朋友，素食，素食的料理就本身就是让人家心情会比较好的那个食物，它不像那些肉类的话，它可能会脾气会比较暴躁啊，那么你自己本身是做老板，然后又做大厨师，你这样子做下来几年，那你自己的感觉？跟你以前从事，我脾气改很多。你的脾气改很多。对，改非常多。我以前的个性很性急啊，很性急哦。对，讲话就是会说想到这个话讲出去，人家会不会很难接受这样？就是个性急，有话就直说，对，然后说出去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对的。那么在这样子的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真的是心平气和，然后又斯文，好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今天刚好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介绍素的料理，对呀，让大家可以感觉说，哎，原来素的跟荤的没有什么差别。差别不会很大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啊，最难得的是我们看到了你哦，这么样的温文儒雅，然后又这么样的心平气和，然后又分享到你的这个素食料理。你看这盘菜又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又香又简单。那么除了这道菜呢，你还准备想要再跟我们分享另外一道料理？对对，叫做什么？蟹黄蒸菇红茄煲。哦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咯。好，蟹黄蒸菇红茄煲，材料有山药一小段，牛番茄四粒，南瓜四分之一片，红萝卜四分之一条，绿竹笋半只，素火腿四分之一条，香菇四朵，木耳二两，金针菇一小把，芹菜适量，百合片适量，芦笋少许，毛豆少许，珍珠菇少许。调味料有高汤两大匙，盐一小匙，白胡椒粉一小匙，白糖一小匙，香菇粉一小匙。我们看到的这道菜呢，其实啊，我们这个文祥大师傅已经都处理的差不多了哈。那么这个应该不用切给大家看，应该都会了哈。然后这个是金针菇，这个是干香菇丝，干香菇丝，这个是木耳丝，这个是素火腿，素火腿丝。好，然后红萝卜，还有这个笋。好。这个都切丝之后呢，要怎么做？我们先下去炒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把它们全放下去炒，对不对？先基本上先把红萝卜跟香菇，先芹菜末先炒香。因为这个要炒一下，红萝卜才会熟。才会熟嘛，哈。好，那刚才呢，我们就说请教了我们的文祥大师傅啊，说现在呀，素食餐厅里面呢。大部分都是在除夕啊，是都被订满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学会了不在家里面吃。对，你以前做荤食的话，除夕夜有做生意吗？有，也是有，也有，大家也都知道了哈。那么其实我们就很好奇，那么在除夕的当天呢、啊，包括你们的老板、大厨师，还包括工作人员，其实都没有办法回家吃年夜饭。是，那你们有高汤了吗？有啊，你要用高汤是不是？
好，现在我们就把这些调味料放下去啊。好，加一点点高汤，让它有香气。对，让它熟了。好，像这个工作人员都不能够回家吃年夜饭，嗯，那你们除夕吃什么？我们回家就吃。吃个火锅啊！哦，就是等打烊回去吃。对对。哦，还是可以。现在已经炒好了。好，我要给你一个盘子吗？好。好，来。其实我们哦，就在讲说，除夕夜啊，让妈妈不再这么样的这个辛劳，然后出去吃。那但是想到说，哎，餐厅里面所有的员工哈，他们就要变成回到家吃年夜饭都。恐怕都快十一点了。再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炒好之后呢，我们这个是番茄剥好皮了。对，哦，去皮了。嗯，你先把里面的那个籽挖掉。这怎么挖？用挖球器。哦。好，就像这个样子，把它挖一个洞。对，就把里面的籽都全部都挖出来了。好，这样大家有看到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让大家看一样东西，就是这个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是已经挖好的了。是。好以后就放在那是什么？底下是山药，嗯，山药我们切厚片，嘿，也是熟烫过了，对，嘿，哎，山药烫熟了，然后这个摆上去，对，然后就要什么？我们先把这个三丝料炒好的三丝料，把它放进去，对，哦，所以刚刚这个炒好这是热的，对，热的比较不好塞啦。所以这个菜是要吃凉的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们等一下晒好还要蒸。哦，还要再蒸，让它回温。蒸把番茄蒸熟，里面的东西会热。哦，难怪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好。嗯，好。然后像这个样子，我们就要拿去蒸了。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这个呢，蒸好了，热热的话就摆在这里哈。哎，那哇。我继续吃那个刚刚炒过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好吃哦。谢谢。嗯，所有食材的味道都很，就是都没有混在一起，但是都各保持它的原有的滋味。嗯，这个不错。然后配合番茄，我就不知道，等一下再来吃。好，这个红萝卜泥跟南瓜。南瓜泥，啊，所以你要用那个红萝卜泥来代表这个素的蟹黄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已经炒熟了，那我们再加高汤。再加高汤哈，就是现在要加淋在上面的。对。你自己讲喽，你做荤食跟做素食，你在前置作业的准备上面，它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素的。它的工会比较多，是咯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真的要好好支持做素食料理的餐厅哈，是，因为他们会花了更多的心思，更多的时间来为大家准备好吃的素食料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像这个哈，就是加了高汤，把它那个所谓的南瓜泥跟那个胡萝卜泥，对，把它煮开，对。把它煮了，煮比较软一点啊。你先让它滚一下，让它出味道。嘿，对。然后再把百合丢进去，就丢几片进去就好了。然后再加上那个一点香油，可以哦。所以它其实这道料理应该感觉上是很优雅喽。哎，好了。把它淋上去啊，它真的好黄啊，对，哇，所以那个胡萝卜泥的那个颗粒在上面，然后再加上南瓜的那个颜色，哇，有没有很惊艳？好，那么我们学起来，这两天就可以赶快做给家人吃了哈。那奶奶，我现在要先吃喽。陈酿白玉金钱藕，做法是香菇切末备用，取大波放入香菇末、马蹄末、芋头泥、马铃薯泥、素火腿姜，再加入香菇粉、盐、
沙拉油、玉米粉搅拌至均匀，成为馅料来备用。莲藕片双面沾玉米粉，抹上适量的馅料，再叠上一片莲藕，呈夹心状，就成为金钱藕。将金钱藕沾裹面糊之后，放入油锅炸至金黄，捞起之后放在煮熟的白萝卜片上方。起锅加入素蚝油、陈酿酱油、高汤、甜豆仁，煮滚之后再放入白糖、香菇粉、白胡椒粉、香油调味，以玉米粉水勾薄芡，淋在金钱藕上，再撒一些芹菜末就可以了。蟹黄蒸菇红茄煲，做法是起油锅炒香红萝卜丝、香菇丝、芹菜末、金针菇，再放入盐、白胡椒粉、香菇粉调味，盛起放凉，成为三丝料来备用。将穿烫后的番茄以挖球器将籽挖除，接着填入三丝料，蒸十分钟，放在煮熟的山药片上。起油锅放入红萝卜泥、南瓜泥炒香，接着加入高汤、珍珠菇、毛豆续煮，以白糖、香菇粉、盐、百合片、香油、芦笋丁调味之后，淋在番茄盅上面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就要来试吃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加上了这个藕啊，然后再加上中间这个夹心的感觉，应该是，藕是脆的，对，它有点 Q 的感觉，而且刚刚炸过以后再会，它的那个就是那种滑的感觉很好，对不对？今天啊，你看我们就要照这个方式做，而且最让人惊艳，你看那一道料多漂亮，对不对？这个我都舍不得吃，等一下我再吃，而且那个整个的汤汁是很鲜甜的，对，它颜色非常亮丽，好喜哦。对对，好喽，马上啊，吃完年夜饭呢，大家就要拜年喽，尤其是小朋友要跟长辈拜年，因为可以拿到压岁钱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要说一些什么吉祥话呢？我们就要先请我们的这个许文祥大师傅啊，要跟大家来先说个好话，拜个年。记得要说什么吗？今天为观众朋友献上白玉钱藕红茄煲，要祝福大家顺心圆满，马年好。哇，这讲得太好了，奶奶我太开心了。等一下，要给你红包，给你祝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，我们也在这边要祝福大家，过个快快乐乐的年，感恩，感恩。感恩感恩